游乐园玩。小朋友上前询问 Baby 阿姨，我可以和你拍照吗？ Baby 回答道，那必须可以啊。 Baby 还主动把口罩拿下来跟小朋友合影，亲切可人。网友爆料称 Angelababy 带着小海绵前往儿童乐园游玩， Angelababy 与网友亲切合影，甜美比微。17日，杨颖工作室在微博晒出 Baby 的最新美照并配文，杨颖老板艾特 Angelababy 又发图蒸翻了，欧弟岂能认输，献出一组红唇白裙鼻，捍卫自己发图界一番的地位。新年新气象，新的一年，欧弟愿望是稳坐发图界第一番的位置。大家又有什么心愿呢？身穿吊带蕾丝白裙配烈眼红唇，扎着半丸子头，美艳动人，若隐若现的大长腿实力强劲，拥有德国系统修长的四肢，精致的面庞颜值却为惊艳，优雅回